啊，中南是王二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中南是王二，是王二，是的。排面打野比上单厉害，是的，是的。原来这把我们那个辅助也是妹子啊，那么有实力的啊。坏了坏了，打野盖普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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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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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人怎么抓你了？我没抓，我的我的我的。哎，我刷的也干嘛呢？我的我的。或许我不刷野，你就不会死了。月亮姐，你怎么不开麦？月亮姐，打野差距了，是的，是的，谁说不是呢？确实打野差距了。哎呀，这种泰坦刷野太快了，兄弟们，这河蟹吃不到嘴里啊，不吃了。这河蟹吃不到嘴了，兄弟们，不吃了，走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英雄太强势了，兄弟们，英雄太强势了。泰坦刷也太快了，真打不了。快走啊！不是你还手啊，这谁让你还手的？谁让你还手的？谁让你打猫咪的？这是我带的猫咪，你怎么还手啊？想还手？想还手？没有，我是为队友考虑，确实是打野 gap 了。人家看看抓他，我没抓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谁的问题？就是我的问题，好吧？不是他的问题啊，就是我的问题。不过他这个炸的分镜好像是没闪的，等我可以抓他一下，我可以抓他一下，直接 Q 抓他一下。好猥琐啊，这好猥琐啊，抓不了他，太猥琐了。算了，我没炸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个猫咪是双排的，他不愿意跟我，有可能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不是有个人啊？我操，我以为看错了，我以为看错了呢。我说这是不是有个人啊？原来我没看错。我知道猫咪是路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猫咪跟那个 ADC 应该是双排的，应该是双排的。那不是你泰坦，你这，你等着啊！这你敢二他一下是吧？不过这萨的分镜是真的猥琐，好猥琐，好猥琐的妮子。这把为什么红开？因为红开刷得快一点，但其实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。我只是不想被反野，所以我就红开了。现在永文多久强势期？还是鞋子输完吧，差不多鞋子输完就行。哎呦！他是公猫吗？他不是吧？我喊他，我喊他上车了。猫咪，你可以跟我吗？猫咪，你可以跟我吗？我的支援团需要你，好吧？你先跟我一下吧，等这个团打完，你再跟那个 AD。你团打完你就可以回去了，没事。我想打个团，你先跟我打下团。对对对，很对。开打。看吧，没让你那个白根吧，反正最好还是开个大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哎呀，呆子太太。
我操，这猫咪是真现实啊，真就团打完了，一点都不带留恋的，这就跟上 AD 了。好，给你害死好了吧，我操，一点都不带留恋的直接就走了。有闪现啊，我发，连一秒都不留恋的直接就跟 AD 走了。你但凡留恋一秒我都感觉，哎呦伤害好高啊，小心他打不了，真是没感情啊，好吧，真是没感情。我以为虽然说我们是萍水相逢，但我觉得呢咱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点感情的，这没想到他连一秒钟都不愿意跟我多待，好吧，那我觉得这段感情就这样吧，我一个人也可以的，我已经看透他了，好吧，我已经看透他了，你走吧你走吧，我也不挽留他了，你走吧，你就跟着 AD 吧，我去照顾我的飞机了我去照顾我的飞机了，你走吧。我是怎么拉四角的，两个指头大拇指呢，这个风把张给藏了，这个塔吧，把这线主要是要把这线吃了，黑塔不是我的目的，但是呢这波线才是我的目的啊，黑塔只是我的谎言罢了，走吧河蟹怎么没给他吃，哎，失误了，你这么一说我失误了，河蟹应该给他飞机吃的，是实话，我都不想求他了，我四杠零他都不愿意跟，这种猫养不熟啊，没办法养不熟啊，他都不愿意跟我，不是猫咪你有麦吗，猫咪 你要不跟我一下，我现在好像粘你还挺好的，你有麦吗，猫咪你有麦吗，哇这两个好肉，我操打不动，没意思，猫咪双排的不敢，他不敢说话呀，没意思没意思，不跟他说话了，不跟他说话了，没意思，好肉啊，这两个人我感觉怎么砍不动呢，你没想到我是飞扬，我操我哪里飞扬扬了，我操兄弟我在哪里飞扬扬了，人家男朋友在不敢跟我说话，没办法，这是他男朋友吧，应该Goodbye. Perfect.
Goodbye。 嗯，没办法，我打得过所有人，却唯独，却唯独被这个猫咪伤了心，好吧。我要这刀有何用？把我刀收了，我不要这刀了。我要这刀有何用？我要这个刀有什么用啊？猫咪都不愿意跟我，我要这刀干嘛？我都不想要这刀了。你还吃完的时候你不吃，我操，滚吧滚，别在我身上了，我操我操，我受不了了，别在我身上了，我再给你打一个，再给你打一个，然后再给你打一个，没关系，你也该死啊你！是御姐也是甜妹，只能杀一下对面的了。说实话，回城了，回城了。其实出个水银挺好的，来个水银，来个水银吧。我操！给他打了蓝，他给他对象吃，真恶心！我没见过这么恶心的吗？兄弟，不是给他打的蓝，他给他对象吃，我操！成沸羊羊了，兄弟们，成是沸羊羊了啊！真恶心！你死去吧，嘎子！哎呦，你空大了，哥们，是姐们，不是哥们。这露露很想死的样子。为什么这么想死？哎呀哎呀，我的这伤害怎么会不够呢？我以为我判断有问题啊！看看我的刀多快，心中有女人，我的刀都这么快。我要是没女人，那得了，那得了，兄弟们，心中有女人，刀都这么快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杀对面的妹子泄愤了，没办法。啊，没开所有人吗？开所有人。要不我先问一下露露双排吗？要不我现在恶心一下我们猫咪，我说猫咪，我们双排吗？算了，人家我感觉她是个好女孩，好吧。为什么我的语文跟你语文不一样？我练习两年半了，那肯定跟你稍微有点不同啊。你要是练习两年半了，你肯定也跟我差不多了。这还是个御姐呢，看到没？是御姐，也是甜妹。这 ID 起的挺好听，你别说。嗯，取得好。嗯，这 ID 起的还挺好听的，你别说。吃蓝啊，吃蓝啊，这里有个人好像。哎哎，这对面怎么不出来了？啊，你等书呢？海狗不是，兄弟们，舔一个人叫舔狗，舔三个人那就不叫舔狗了，懂吗？舔一个人你可以说主播是舔狗，但是舔三个人呢，好吧，这个不用我多说了，不含金量。哎哎，你跑这么快干嘛？这个回一趟家吧。
非要让我问一下露露是吧？露露，你在单排吗？那我问一下，人家可能没开所有人吧。完了，也是个双排的，完了，妈彻底成小丑了，兄弟们，这彻底成小丑了，人家也是个双排的，完了，彻底成小丑了。你们五个人走这么紧了，你们是要结婚吗？你们五个，啊，五个走一起，我就杀不了你了吗，甜妹？万军从中，也要取这个妹子手机，好吧？五个人就有用吗？让你不理我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我让你不理我，我生气了。哎，我操，还好刀速够快，我操，差点着了。怎么这么晕啊？这边不是让你不理我，我生气了。来来来，打这个，打这个。都是对面不出来了，兄弟们，赶紧推了吧，不出来了，得不到就毁掉，是不是？双龙给他们结束了。复活甲，这样的话出复活甲。哎呦，你们别浪哦！你这太浪了，你这太浪了。走吧，打的至尊王者局啊，至尊王者局。别觉得虐菜呢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在虐菜了，至尊王者局，好吧，如假包换。就这一把，这一把有很多妹子，我操，这把妹子有点多。杀了十八个妹子也不是我的，那没办法，我也想，谁又不想有个妹子呢？没办法，没有，我只能杀他们。太太说，哎，怎么控不住啊？来操作一下，算了，没大出去算了，没大出去算了，我都变羊了，现在还要变我羊。我操，你们三个抱这么紧吗？你抱这么紧吗？我走了。我操，你对我的伤害很有自信啊，卡莎，你闪的挺好的，不然你直接死了，不然你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把露露杀了，别退。哦，小兵没赢过。兄弟们，